后面这个三句重要，常不见佛，不闻法，不读僧，这三宝。长时间呢，遇不到三宝啊。啊，那遇三宝有什么好处？遇三宝增长福慧。啊，离境供养修福啊，是福报啊。听经闻法是长智慧，所以我们的法身慧命得自于三宝啊。学佛没有别的，最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我求福求慧啊。真的，你看人间天上大富大贵从哪来的？过去生中供养三宝听经闻法得来的。种的这个因呢，这一生当中得这个果报啊。啊，是名疑惑为大损害之一。啊，对三宝不能疑惑，对圣贤不能疑惑，对祖宗不能疑惑。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聪明，错了，我们跟比古人比差很远呢。这个事实一定要自己晓得。再不敢傲慢，啊，谦虚、真诚、恭敬是心得，啊，具足心得，你才能学到真的智慧学问。啊，没有真诚，没有恭敬，学不到啊。圣人来教你，你也学不到。为什么？你有排斥。啊，你不会接受。你没有智慧。你不能了解圣贤人所说的道理。